福州组就是那个每日，我是团长阿力。好，我们刚才看到温迪的气象，现在海面上的浪况。好，我建议这个夜话取消，建议夜话取消，这是有危险性的。有点遗憾，老天就是没办法帮这个忙。夜话取消，我们到底要怎么补？我们真的要休息吗？那我们这样算不算偷吃步？我们这样算不算任务失败？